的奇景，天空染上了绚丽的粉红、紫红，形成难得一见的火烧天空景象。南极天空出现梦幻奇景，粉红色与紫红色交织，形成令人屏息的火烧天空景象。就连原本一片雪白的大地也被染成暗紫色，这是因为六个月前东加海底火山爆发后，让平流层增加气溶胶，才折射出这个梦幻色调。金黄色的耀眼阳光穿过云层中的缝隙，从高空倾泻而下，化为一道道光的瀑布，让人叹为观止。浙江杭州出现云细光，伴随着飘动的云朵，就像一幅会动的画作。走进峭壁洞窟，两道双彩虹在太阳照射之下闪闪发光。四川这个岩石洞穴是室内长度最长的岩景区，被当地人称为天坑。洞穴上方洒下高达400米的瀑布，让彩虹奇观美上加美。美国维吉尼亚则有人目睹两道火红的彩虹横跨傍晚天空，空中不时亮起闪电，与双彩虹同时出现，相当震撼。一大群骏马迈开步伐，从翠绿草原飞奔而下，扬起大片烟尘。牧民赶着马跨过河川，在河中掀起一阵阵浪花。新疆昭苏又到了天马欲合的季节，万马奔腾的壮观景象振奋人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